Hai teman-teman, salam sehat dan bahagia untuk kita semua. Saya perlu latihan lebih keras supaya bisa seperti dia. 他有着传说中的四驱十二缸的腰，看了他妖娆的健身视频以后，健身和不健身的人都沉默。他更是练成了失传已久的蛤蟆功，他一次能腾跃21个凳子高。现在更是把蛤蟆功支砖头大法练到了第19层的难度，目前正在挑战第20层。你以为他在锻炼，其实他在试验墙的硬度吧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他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一个砌墙工。他为了健身，不仅砌了一面墙，更是在上面安装了一个篮球框。不过，好像就是他的篮筐。 跟别人家的篮筐用处不太一样，他每天都在锻炼自己的腰、腹部太空漫步、腰部打乒乓球，更是能腰部转呼啦圈。他不仅腰部力量十足，真是高手，弹跳能力也是非常的惊人。他能轻松攀爬上几米的高墙，也能做出轻功桶上漂，这样高难度的动作。他更是自创了一套花式俯卧撑健身操，水上俯卧撑、啤酒瓶上俯卧撑，还有滑油艇俯卧撑。本以为他这一身腱子肉，粉丝肯定是女性居多。 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关注他的很多都是中年大叔，都是想着怎么跟他锻炼腰部力量。他凭借花式健身爆红网络，最后被国家队聘请去当体能教练。可是，你能想象这么一个自律健身的人，前几年竟然是一个天天窝在网吧里的网瘾少年吗？他网名呆木头，原名黄海木，今年34岁，福建龙岩人。他从小就特别痴迷玩游戏，后来欠了一身外债，无奈回到老家，父母看着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 就在这时，这个呆木头突然有所顿悟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颓废下去，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。他开始尝试健身，并在网络上进行直播。只有90多斤的他，经常会被网友耻笑，但是他根本不在意，依旧坚持练俯卧撑、练腰部力量，而且每天最少保证锻炼8个小时以上。他更是自创了很多健身方法，把自家院子当成了健身房。他说，那时候太穷了，为了赚钱，网友让他做什么动作。 他就去挑战什么动作。功夫终于不负有心人，呆木头5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他凭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，成为了百万级别的网红。所以说，改变自己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去改变。如果腰部力量有段位，您觉得呆木头应该属于哪个级别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 Silahkan teman-teman komen, subscribe, dan like. Sampai jumpa di postingan yang lain.